不过遐尼侪年，我还是赶快搁转来吃。我会按照卖的吩咐，给你一寡警告。我会说，遐不过我绝对袂甲较早同款，遐尼啊浪费叫人赶走。我昨已经发了红线回家来，还阁无去啊？这里。我一定会光明正大，搁踏入去这个大门。我绝对袂放手，你家己忍耐，马上有你起来。三立台湾台天道健康三 D 红曲加个双小弟。我身上贴了流过眼角膜，老公进去，别去耽误的时间。我拍到眼角膜啊！老公，你也当重见光明啊！看起来是咱人骗去，你想要乌吃乌啊？干嘛呀？你输在啊，这个器官内底是违法。现在有穿我的，拜托，那代言就无意义。美国想要办到什么时阵啊？谭良生，你真正要报警啊？三立台湾台天道健康三 D 红曲加个双小弟。丽萍是我要娶你来当家的某，以后这个家要交给你看。而且这个家无任何人欢迎你来。我是上几处西装，要来和小雨做结婚的礼物，你凭什么阻挡我？就是你今天用彩配送过来，小雨赶快来叫钱影，把这个西装啊摕去衫裤回收站。不相信啊，咱去来收书。日万新民是愈来愈大胆，干嘛当作是诈狗的？我总裁先去红牛你卖关，我代志要问你，你这白金银片，这件代志还袂处理好势哦。结识的朋友总是比结识敌人搁较好啊。卡出咱会当结盟哦，互相暗护，对咱拢是较有利，敢毋是？迄敢毋是丁魁官，还佮有彭条万辛苦变遐乱人啊？恁总算出现啦，钱有抓来无？我手上摕了玫瑰眼角膜，阮老公进去，莫去耽误着时间。别离开，先甲物件交出来啊！你想要甲我眼角膜摕走？无这代志。安怎？那是无爽快。我会按照妈的吩咐，还你一寡警告。阿彩，那无你先去请你休息。我从那边看到红姐回家来，那个无去啊。彩玲。赵云，你来看看，我想看你休息。哎呀，那个俊男，我看到你吧。你放我，我能不能放我？你放我。我绝对袂放手，你家己忍耐。若有真心爱讲坦白，若要受伤，莫讲遐多。虽然受伤，虽然满病，无需要拖沙，好时间证明一切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轻轻放无声无碎。但无好天的心情，无你无妹。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猜忌。一段点点讲的话，亲像风无声无碎。但无好天的心情，无你无妹。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请你讲出真心话，莫阁予我。